没有，我这次来联播，其实还要跟你讨论一件事情。你说，就是那我们约会的日期，我们就定在没有地点，我们要讨论一下，我们就定在这礼拜天，好吗？好，高雄。高雄吗？可是我那、欸、嗯，可是我们昨天不是讲说高雄或是台中吗？我比较倾向高雄哎、欸，阿星可以吗？那可是力宝，我听说也蛮好玩的、欸。我想要去义大耶。真的吗？对啊，好想去哦。Really？ 可是我也蛮想去台中的、欸，我也蛮想去力宝的、欸。All right， 可是没有，我觉得我们游乐园只能去一次。那台中就溜冰啦。哦、oh, ，对，台中溜冰。哦、oh,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OK, OK, OK。电话吗？啊？昨天不是有通电话说吗 ？Yeah, yeah, yeah.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OK， 义大，可是义大好玩吗？义大还不错啊，它还有一个购物中心，就是可以逛逛、吃东西。Really？ 你去完游乐园，想要去夜市？哦，高雄有什么夜市？林雅夜市、瑞丰跟六合夜市。哎、欸，那林雅夜市不是在高雄吗？那个比较少人，就是摊贩比较少。嘿、hey, ，可是，如果你愿意，可是不要台中吗？台中如果因为我已经第二次去高雄了，你知道吗？如果你愿意。来台中我会很开心。如果你愿意来高雄，我会更开心。我会比你还开心。就会确定你是真心的。对，那你是真心的吗？嘿、hey ，你来高雄我就跟你说。Oh my god！ Oh my god！OK OK， 其实我是都可以啦，因为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差，你知道吗？因为台中跟……可是因为我如果去高雄的话，可能住宿的问题要稍微弄一下，因为毕竟我在高雄人生地不熟，然后可能如果晚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I don't know， 有点寂寞，有点冷，有点。没有啊，假如说你今天是去游乐园的话，那其实游乐园你下播之后就可以赶回台北啦，就不用住啦。Yeah， 你是对的，你是对的。对啊，你就不用特别待一晚啊。Yeah。就单纯去游乐园就下播的话，差不多。Yeah， 你是对的，也是对的，但是。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我们去游乐园玩以后，我还想要，我舍不得离开你。Maybe 我们，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还会想要续摊哦？也不是续摊啦，我是想说 ，man， 因为，I don't know。你有什么话要说啊？啊？有什么话要说？怎么欲言又止啊？没有啊，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我只是说 ，maybe 我不想要跟你只是相处一下，然后我就回去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那就来高雄多待一天呢。哦，多待一天吗？对啊，你就隔天再回台北、啊。Yeah， yeah， 可是那个住宿的问题 ，I don't know。住宿问题面，我要想一下，高雄有哪一个公园？有哪个公园，或是有哪一间？啊 ，no， 我知道，我要调整一下我的住宿面。高雄的住宿 ，no， 还是你会有办法的。
哦，来来，所以你比较想要高雄是吗？啊！可是我想要台中哎、欸。Come to 高雄，我想要紫色的台中。那么我们讲到什么部好不好？最公平。不要高雄，不勉强啦，阿星，真的不勉强。我的，嗯。什么不勉强是什么意思？又，我听到我这样有点不开心。不是啊，因为我就说我想要高雄，那既然你觉得不太方便的话，那就我没有不太方便，只是我希望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how to say， you know， God。所以台中你不行。我希望你可以来高雄。没，因为我觉得感情，我觉得没 ，I don't know。如果 ，Oh my god， 所以台中你是真的完全 100% 不行吗？高雄啦。好啦，不然我们地点的问题，我们再那个好了。我们反正我们日期已经确定了嘛，那我们地点，我们就义大啦。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太方便的话，那就也没关系啊，就顺其自然就好啦。我不喜欢勉强人啦，阿信。我不喜欢勉强别人，这取决于你啊。Yeah, you're right, you're right。这取决于我。没事啦，没事啦。OK. So, all right.我只是想说，如果你愿意来台中的话，我们会比较，就是约个中间点会比较好。But如果你坚持要高雄的话，没关系啊，就算啦。All right. 没事啦，没事的。All right， 哎、那如果是南投的话呢？南投有剑湖山哦，是啊，重点是最近真的比较忙啊，然后 All right， 然后去高雄第二次的话，那如果你愿意下来，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All right， 哦，南投是九族啦 All right， 你好生气呀、All right. 好吧，那么我们就高雄，我们就义大。其实我高雄我也是 OK， 可是我听说义大有点，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比较少游乐设施还是怎样。义大其实重点不是游乐设施好不好，重点是跟谁。Yeah, you're right.那南投真的没有可能吗？不是，可是为什么台中不行？台中跟高雄就一个小时的路程而已、欸，对不对？就一个小时而已、欸、，right？What？ All right。嘿，那你想看一个魔术吗？好啊。好，那你先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数，没有，我没有挂电话。我想标一个魔术。你先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数到五。嗯，
All right， 我要变个魔术，这样。All right， 好，开始准备好了吗？开始准备好了吗？好。好。God，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man。我觉得我可以去高雄，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子被勒的感觉，你知道吗？我是想要他撒娇，可能撒娇说啊、哦，好啦，你来高雄啦，拜托。man， 怎么是？哦，不勉强啦，没关系啦，反正就再看看啦，再看看啦。He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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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hat kind of person。如果你今天是好好的跟我。撒娇一下啊！拜托了，我高雄比较方便，拜托了，拜托了，哎呦，宝贝 ，man， 连哎嘿嘿嘿，你要我明天下去高雄，我也可以。你要我明天下去高雄，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被勒。连你想要我在那边啊、哦？不情愿，你想要我舔你 ？No， no the f- way， no the f- way， no the f- way， I'm the man。我不可能他说啊那好啊好啊那就好啦那就这样子好啊然后我说啊好啦好啦好啦我去高雄 NO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Stop 我们男人要有面子 You know 不能让女人骑到我们头上来啦哈今天去高雄明天日本后天美国下个礼拜上太空跟马斯克Yo, we are not dog. No, you know what? Man, 我可以去高雄 ，but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种方式，你知道吗？我可以去高雄 ，but 你不能告诉我说，哎、欸，好啊，那就算啦，没关系啊，我也不勉强啊，我也不勉强啊，反正啊，好啦，反正不勉强啦，反正就这样嘛，嗯。No.你如果今天跟我讲说，哎、欸，好啦，拜托，哎呦，宝贝，你来高雄嘛，你来高雄，你来高雄，我想要高雄，你来高雄，我就跟你一起睡一晚，不是，你来高雄，我就很开心，我会超级开心啊 ！Man， 我直接去高雄，你要我在高雄待一个礼拜都可以 ，But no， 不是这样，你要我舔你 ，No way，No。We are the wolf， 我们是狼。Man， we don't do that shit, man. We don't do that shit. We are the man. 我们不是舔狗 ，please。我们不是舔狗，我不是舔狗啊，要舔可以，你要撒娇嘛 ？I don't know, man.I don't know, man. 因为我说实话，我刚刚那个感觉不好 ，you know。我刚刚的感觉真的不太好。我跟你们老实讲，我刚刚的感觉真的不太好。这是我的感觉，这是我的感觉 ，man。我觉得感情是双向的，是双向的 ，you know。我觉得台中会，其实地点根本也不是什么问题，是感觉的问题。我去高雄 ，it's not a big deal， 我可以去玩。但是如果他是用撒娇的方式跟我讲 ，man， 我觉得可以。可是你如果要用这种啊，哦，我无所谓啦，那看你啦，那看你想怎么做，决定权在你啦，我什么都可以啦，我随缘啦 ，man， 那我们就随缘。But 妙智是个好女生 ，man， 她没有尝试勒我的意思，她也没有尝试可能想要情勒我的意思。他没有要惹我的意思，不就是我的感觉？我觉得不好。So that's it. That's it. 赞助新药制药邀请你联播了。我看就没有。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阿星。嗨。阿星，不要生气。我没有生气啊，我没有生气啊，我只是 man， 我只是觉得 it's all right， 因为你说的对，因为我们可能就随缘，你知道吗？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也许 I don't know， maybe 随缘 it's all right， 你知道？ Yeah， 我觉得没有，对啊，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啊。Yeah， 怎么聊天室都在说你在生气啊？我没有啦，我没有生气啦，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
OK， 那我们就随缘啊，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就看可能双方时间都比较 OK 的时候 ，maybe 在约会还是怎样 ，I don't know， maybe。啊！你说好想要你能下来高雄，拜托！拜托拜托拜托爱心！哎、欸，可是我也很想要你来台中啊。我也想要你来台中啊！我想要你来台中啦！啊啊！拜托啦，求求你啦！来台中我很开心耶！啊！我快被你笑死！我没有爱面子啦，我没有爱面子 ，Come on！ 想要你来高雄。喂，那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拜托，我也想要你来台中啊。嗯。两边都在撒娇。嗯。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这边突然有。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哎、欸，你们今天要去高雄吗？我要去高雄吗？还是我要 ？I don't know, I don't know。我想问一下你们意见。哎，你在干嘛？他去哪了？哎、欸，等我一下，等一下，我好像有一。And like, 我有 eat and like, 哎、欸，到底你们叫要不要去？要不要去？大家要不要去？要或不要？高雄还是不要？要或不要？因为他已经撒娇了嘛，我觉得他已经撒娇，我觉得他已经为了我放低声，那我觉得 ，man， 我觉得 we take， 我们把这个楼梯接下来 ，yeah， 我们把这个楼梯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楼梯接下来。你刚刚说什么？我没有听到。刚刚说什么？对啊。我刚才等你啊。哦，你刚刚没说话吗？你刚刚不是累哥吗？没有，我是说等我前一句啦。等你前一句。嗯。人家想要你来高雄。好，我来。All right, all right. Hey, so 不生气啊，不生气吗？我没有生气啦 ，Come on， 我没有生气啦，我没有生气啦，我没有生气 ，Come on。我没有没有，我从来不觉得你在情勒我 ，Come on， 我只是 ，you know. All right, hey， 那你可以答应我，下一次可能 ，man， 我不知道，下一次可能换你来台北，你可以答应我。OK，OK，we cool。好，那我们就约好了。没有啦，我刚刚没有生气啦，我怕你误会我还是怎样，我没有生气，我还是觉得你是一个很好，我们和好。我们又没怎样，干嘛和好？对不对 ？Right。我刚刚有去偷看你直播，你在生气？我没有，没有，没有，你可能看错，你可能看到第一的直播了 ，man。我没有生气。没，你可能看错，你可能看到第一了，那不是我，那不是我。你刚刚快犯累了，因为刚刚聊天室都在骂我。没有你，不会 ，no， it's alright。没有，没事，没事的 ，come on， 没事的，没事的，我们很酷，我们很 OK， 你知道吗？我们很 OK。
而且我也觉得你是很好的女生 ，You know。他是要保护我。Yeah， 我会保护你的，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Man。好，那我们就约好，高雄礼拜天 ，All right。那你要答应我，下一次换你来台北 ，OK？ 我答应你啊。好 ，All right。那我们就礼拜天见咯。OK，OK，OK，All right，All right。那你还想看一个魔术吗？哎呀，你又要消失了。No， 你想看一个魔术吗？我真的变一个魔术给你看。好啊。好，你把眼睛闭起来。好，数到三，张开。一、二、三。Love you。拜拜。All right，All right， 拜拜，拜拜。OK,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you know. Hey, 这是我常在讲，你不能每次都遵照女生的意思， you know. 你有时候要让他们知道，嘿，不是让女生觉得说，哎， OK, 反正你再怎么样，你都会黏着我。我行情很好，你再怎么样都会黏着我。No, 你不能培养你是这种观念。但是如果女生放低姿态，跟你用撒娇的方式 ，man。That's alright, 这就是我想要的，你知道吗？其实刚刚那个状态，我跟你们讲，其实刚刚最一开始，如果他是用这种方式 ，man， 我可以 ，man， 你要我去火星，我都去 ，you know， so yeah，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而且 come on， 你们不要想要骂妙智 ，OK， come on， 不要 ，please， 妙智是个很好的女生。妙智是个很好的女生 ，Come on， 耶！ Yeah， 你们要骂就骂我，要骂就骂我 ，Please。零 x 91972277D 赞助新台币70元，阿星，阿星你可以当2000，Yes， 就是我要让你们学到东西，你们知道男生要有原则，我们不是一昧的去配合女生，男人要有原则，不是女生说什么你就完全一昧的配合她 ，No。他直接把你当成一个废物。What am I talking about？ 你要有原则，什么事情可以，什么事情不行。男人我们可以让女生，当然可以让女生，当然可以。But， 我们要有原则 ，you know？ 我们要有原则。So， 但妙智是个很好的女生，妙智是个很好的女生。